卡电型，Q 一下，再 Q 平A，再 Q， 哎呦我操，多蓝盾，你蓝够用吗，卡萨丁？我请问一下。 点一下，再点一下 ，Q 一下，点一下，再点一下。你不要以为我给你刮痧，哎呦我操！ 有点烦人，那这人吧，啊，这人吧，有点讨人厌啊！刚才这波，这给这卡萨丁，给这卡萨丁缓了不少压力呀。刚才这波，这球女现在打人可顶刮痧呀！我发现，打人不掉血，他带个小破多兰盾，他都能跟我耗。哎呀，你家队友已经打出 GG 了。 那小丑那卡萨丁前期不抓，也不知道干啥呢你。没几瓶药的卡萨丁，一耗一耗，一会儿就没血了。 中路老爷抓，确实比较烦。不是我线儿推到塔下打野怎么抓？你说这波兵线推到塔下了吗？他不也没来吗？他不是说推不推到塔下小丑来不来的问题，他是他压根儿他就不想来，知道吧？ 走位还挺好啊。你说这波我溜了，机会这么大，他来了吗？他不也还没来吗？对不对？那卡萨丁没有闪五级的时候，你说他来了吗？
不行了，我得回家出个药。忙着下路送的，所以以后不要说什么就是哎呀你压塔下人家怎么来抓呀，你这为了人家不来抓你吗？只有他想不想来，没有他能不能来，知道吧？怎么卡了呢？操！哎，我以为网断了呢。哎呦我操！你大爷的！真装逼呀、啊！这卡萨丁，有意思的，漂亮。这球女确实比较生疏啊，好久没玩了，等我适应适应，不要焦急啊。你看这小丑都不来了吗？银马搁上路呢，我都看见了，没事。嗯，那球女附什么呢？附 W 吧。哎，这下路走得挺快呀、啊！银马可能在我们的左边啊。我跟你说、啊，如果那会玩的打野，那卡萨丁前期都玩不了，他不可能让他补刀，就不可能让他线上待的这么舒服，你知道吧？就在中路无限待，那卡萨丁只要敢往前上一步。人没了，操，太装备了，阅兵线要压我。操了，这个 Q 没中！哎呀，我好气呀、啊！我操，他咋这么装备呢？他咋这么装备？他凭什么那么装备？你大爷的！他太装备了，他在我面前晃晃悠悠的，他妈的！我等队友，我不跟他打了。
我们开始混，哎，我不压他了，让他在这玩吧。漂亮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来，一波一换三啊，非常 beautiful。这波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这我也打不过他。哎呀，我也来个水银还。我不要伤害了啊！这把我们就疯狂魔抗。哎呦我操！好高。哎呦我操，好高，点灯笼。卡萨丁肯定是来了。哎呦，哎，这都能打着我？不对呀，这最后范围里边没有我呀。难呐，这把应该是够呛了呀。哎，操他娘的！我看着这卡萨丁我就生气，你他妈的，你下把你别让我碰着你！我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晃悠，欺负我，嗯，欺负我没有虚区。一个破辅助都能现在都能跟我抗衡啊！上头了。下一把，哎呀，虚区确实是有点低呀。
不要想着老去杀人了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得躲在队友的后面。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战士玩多了，玩这种法师不行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差20块钱，你把炮车补了，我操了，我还得又他妈收一波。然后那卡萨丁过来了，我还没办法收了，气不气人？我把这剑尖杀了，大树也俩两级，可以回家。我们炉灯，一会儿美甲窃魂卷开始混。这把阵容真能赢，赢个屁！那卡萨丁都无敌了还赢呢，那 ADC 也无敌了，那银马也无敌了，俺们家几乎是四线崩盘，没有一线是顺的。这银马行吗？850，给我减速，给我砸，给我勾。哎呦，顶着我狙，美甲窃魂卷，接一波投降，下一把。那也打不死啊，破两路了兄弟们，够呛了。下把请不要让我碰上这个卡萨丁，否则他将没有再下把。太舒服了，这个比真的，我承认我的球女玩的确实有问题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是承认的，但这个人也是太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前期过度的太舒服了，让他。也导致这个人在中路可以在我面前为所欲为，随便晃悠，这我接受不了。没有哪个卡萨丁能在我面前晃。我承认了，你们怎么喷？杀 ADC， 这没法上啊！
别让他狙我了，快跑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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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刮痧了呀，打技能，那技能拍人家身上没有威慑力。哎呀，我就想问。